bye-bye. Hah? Udah capek jam bye-bye.有跟各位收护照、台胞证、套票、清洁费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工作人员会先来到码头帮各位画床位。画好床位之后呢，会在华信快通柜台那边，会唱名发文证件。那这班车五通是一点的船班，泉州1:40。好，那距离搭船有时间了，带各位去逛一下特产店，好，再去搭船，给我们工作人员一点点时间帮各位画床位。好，那先休息一下哈。没有，还里面线啊。